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冬天穿的这种打底裙，它怎么穿出腰身，然后怎么穿的不一样。还是用一条丝巾披在你的肩膀上，一长一短，然后你就可以加上一个腰带。它这里是有腰身的，然后这下面是裙摆，就是先直接系腰带，其实你腰身就出来了。但是你要是觉得有一点点单调的话，把我们这样子的丝巾直接塞进去，让下摆有一个裙摆的感觉。上半身简单，下半身又有一点点元素，然后你一身黑就增加两个亮点就够了。把丝巾的一个尖尖的地方直接围过来，用一个小别针穿过去，把它这样子扣上去，然后再把这边调整一下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腰带。这样子的方式就很像你买了一个不规则感然后拼丝巾的一个连衣裙，你们就直接一件基础的这种针织连衣裙就够了，然后一个腰带加一个丝巾就搞定了，好多个搭配。我觉得基础款就是这样子，它是我们日常穿的最多的单品，所以你只要加一点点细节，你就可以跟别人不一样了。把基础款灵活的利用起来，才显示我们的穿搭技巧呀。